选林佳龙当新北市长，我们就公布恩恩案的所有档案。新北市是台湾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地方吗？你觉得新北市的人只关心恩恩案这件事情吗？我觉得你是不是小看新北人的智慧啊？我们选一个市长是要他可以帮我们的建设，帮我们的经济，帮我们招商，让我们过好一点的日子，帮我们争取一些经费。原来新北市需要的市长是一个赶快公布恩恩案，选我当市长我就公布恩恩案。好，新北市的市民最需要改善的，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工作，有没有被疫情怎样，你公司有没有倒都没有关系，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真相。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收入很少，或是你的物价通膨，股票被套牢，或是你的居住不正义，买不到房子，找不到工作，这个都不重要，重要是我们要正义。我们第一个选我当新北市长，我就公布恩恩案。小弟小妹，你相不相信到最后就是那造势晚会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个类似像陈菊那边鬼吼鬼叫人，这个时阵单水平四十几万的台湾人民，咱今仔来咱的林佳龙有一个神秘的特别来宾，咱非常的感伤新北县拄着这种代志，咱来邀请用上恳请的心来邀请咱的恩恩爸，然后恩恩爸就从后面过来，林佳龙就抓着他的手，我们一起来公布公布恩恩案。你觉得有可能的打一好不好？你觉得有可能？你觉得民进党可能在选举干这种事情？打一好不好？我们就等着到时候翻这件事的时候，要记得要说张老大有讲过这件事哦。老大觉得好像啊，这民进党那鬼样子，谁不知道他们那鬼样子？选举就开始在搞一些悲情的事情。